各地进一步加大层层加码的问题整治力度，重点对随意封校、停课、停工、停产、未经批准阻断交通、随意采取静默管理、随意封控、长时间不解封、随意停诊等问题开展整治，畅通群众的投诉举渠道，及时解决群众投诉的急难愁盼问题，确保20条优化措施落实到位、落地见效。